郑渊子于日前推出首张 solo 专辑，主打歌《Runaway》洗脑旋律深植人心。近日，官方释出子于新歌排练的幕后花絮影片，只见子于在独自练习结束后，第二天便加入舞群一起练习。而在排练到一半时，往前走的子于却突然停下来，转头腼腆又小心翼翼地说：“但是我还没有打招呼。”原来子于和舞群是首次见面，他想正式和大家打招呼。子于谦虚地向大家说道：“虽然有点不好意思，那就拜托大家啦。”边说边鞠躬，接着才回头跟老师说可以开始了。子于超可爱的举动，就让在场所有人被萌到全笑翻。影片一公开，粉丝看到也爆笑出来，纷纷大赞子于真的太有礼貌了啊！1, 2, 3, 4, 하면서중간까지갑니다。